找什么事？你怎么不接电话？是出什么事了吗？一个小时后，来华瑞做模拟汇报。电话不接，是想让我撤资吗？ 收拾好东西，下午我送你去公司。 下楼下到现在，多吗？没觉得，我只觉得你好像不怕我，以后可以多跟我说一句。 昨晚就来了，没打通你的电话，就过来看一下。看到你睡在沙发上，我就想出去问你，住院了为什么不告诉我？ 之前没有接你电话，昨天回来之后才看到短信。你要和我说什么事？这么紧急？
知道了什么吗？你是在哪里看到的？我知道了，你不需要操心这些事，只需要保护好自己，其他的全部交给我。其实我这段时间已经调查到了不少信息，你告诉我这些内容对我很有帮助。我先走了，记住了，保护好自己。你终于接我电话了。我昨天给你打电话，但是你关机了。我正好在研究所，一直也没有回家。是我让你太累了吗？那天你的睡着并不是意外，而是我的催眠。你经常和我说休息不好，一直做噩梦，催眠也是一种心理治疗，只是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，抱歉。我都知道。我说过，没有绝对真实的梦境，只有真实创造的真实。一切的梦境都是基于现实。不过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。不记得了吗？我说过，我不会离开你。可能是我的催眠方法还不够成熟吧。不会，除非你不在自己的梦中。如果觉得很乱，那就别太在意了，也许以后你会再次梦见的。这不是小事。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和你说的话吗？遇到危险的时候，相信你的直觉。直觉有时候比亲眼所见更加真实。当然，除了危险外，对于我，你也可以选择相信你的直觉。
这就是你说的有空？什么事？就这个吗？如果每个无聊的道歉我都记得，我和你有什么区别？没事的话我挂了。说。下午四点前到华瑞。还有，汇报延后一周。我最近很忙。进来，魏谦，下午的行程告诉我。五点。对了，不用，这个难度刚好适合他。进来。看样子这两天睡得很好，一点都没有病人的样子。我怎么会不知道你的事情？一个多月没见，你的反应能力还是没有什么提升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恭喜，不过我没兴趣。听着，我对于浪费时间去做一些供人观赏的事情毫无兴趣。怎么不说话了？告诉我你自信的原因。哦，很好，你说服我。我的意思是，你有了跟我谈判的条件。如果我是你，现在就会好好利用这个突破口来说服对方。看来我看错了。你不是没有变化。好了，回去准备你的说服计划，我要忙了。不要让我失望。
你有了跟我谈判的条件。被雷劈的感觉怎么样？用钥匙。不久。在你说这些厨具和我的脸不像的时候，莫名其妙。我可不觉得被你夸品味好是件好事。谁笑了？你看错了。还在看什么？卫青，
把昨天Claire的文件拿到我发给你的地址，还有右手抽屉里那个纸袋也一起拿来。